中国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候选人王岐山，赞成2969票，反对1票。宣读完毕。 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宣誓。 请宣誓。我宣誓。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接受人民监督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，宣誓人王岐山。